我们要做外交，记录着来。 当然，当然有前途。跟住落嚟有请我华中之宝为我哋带嚟武当游戏三到十三世太极拳。 武当游戏三到十三嘅级别，现在有请杨玉军师傅，佢系表演锦鲤金、连女金。 刘宇啊，师傅准备。
请陈国华师傅准备。
多謝劉宇晨師傅為我哋帶來劉家田，現在嘅係壓軸陳國華師傅為我哋帶來陳色太極拳。錄曬啦，錄曬啦。
陳作華師傅咁精彩嘅表演。今日我哋第二輪嘅武術交流咧，亦都係完結嘅啦。咁啊，走過三巡，咁啊表演咧，大家又睇完啦。咁啊，係時候咧係敬酒嘅時候啦。咁我請阿姚師傅上台先，準備同我哋敬酒。幾多請獎來自嘅咁多位嘉賓咧，亦都上台為我哋敬酒嘅工作人員，麻煩你準備下，因為抽獎咧，我哋要攞個抽獎箱上嚟嘅。请各位长台上的嘉宾呢，移步到台上边，同各位分下嚟做好嘉宾。系，有请各位嘉宾。抽獎環節就會即將開始了，請我們抽獎的同事預備一下。